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。人民加油，国大家吃不得，56门礼炮70响轰鸣，如同新中国70年砥砺前行的铿锵足音，传递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意志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，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。关山重重的新征程，离不开登高望远的领路人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，带领我们戮力强军新军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，人民军队体制一新，结构一新，格局一新，面貌一新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为人民谋生。